是后来的起飞的翼，一个人挽留的太过无力，无法抓住你的手继续，是我白天的寂寞空虚，还是夜晚的颗颗泪滴，两个人无奈的各奔东西，只给余生留下了回忆。如果我当时不选择放弃，我的生活会是另一种结局，弄丢了本该有的幸福和甜蜜，却陷入一生冰冷的孤寂。如果你当时不选择离去，你也一定会是另一种结局，是